老公，你长得像西诺李维哦，这是一种注定吗？啊哈！什么东西？这也好巧，刚好我们今天跟韩国团队拍摄。我想想看啊，好难哦，果然是考到我了。好，有钱，所以善良。有钱的话，我也可以很善良。打瞌睡的捍卫任务三，你做这一切，校长，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一只狗？不要在镜头面前笑哦，要不然你自己来试试看嘛，你模仿看赖姐夫啊。我跟你讲，很难模仿，因为他这个人怎么样，没什么特色。蜡笔小新用力的上厕所，而且是半折直树。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，我现在好想大便了。我相信人性本善，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来，妈妈。但是我吃亏了，必定会以牙还牙。以眼还眼，加倍奉还，这就是我的为人准则。以上就是 Ella 今天所挑战的演技大考验，希望大家也可以自己挑战看看哦，真的不容易。你愿意挑战的话，也欢迎你上传你的影片到我的官方脸书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看看你们有多拙劣。谢谢，拜拜。